怎么说？这不会想越吧？那么强势吗？真能越吗？我质疑。感觉只会很犹豫两边。六空。先打一套欧文，然后夹住谁再扛 ？PP 再扛，再交闪拉出去，然后再拉一波。这没问题。哦，绝对强。越的是落。达姆没有吃的，能秒啊！一拳就死。还能打打？还是个帅哥们。原地钻，然后开个盾，这波金克斯要无敌了！触发被动，然后致命节奏满城疯狂的射 PP 补点伤害 PP。哇，金克斯无敌了，三杠零 ，Able 直接上来抢鼠标。这 Able 在想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个哥们儿上无敌了？不在这么玩。等到了机会，又挑到死了呀！挑到接夹夹昏 Elk， 啊 ，Elk 没想到草里有人呐、啊！回城出来的他们给他逮到了，没问题啊，这个思路没问题啊 ，AD 狂吃啊！来喽，塔姆有六能吞的，无所谓。我这直接要、啊、进去了吗 ？PP， 那这 AD 谁保啊？有大，哦，还行还行，还能跑，还要死 Elk 两下 ，OK。又吃两个头，还要越吗？世界聚焦于你，怎么说？林峰要开大，要越开大等线，先放飞身，假身扛塔，把这边扛上。哎，注意扛塔是吗？拉出去，拉出去，没问题。蛮嗨了，要开吗？阿闪台，这 B 位置有塔姆，直接开塔姆。哎，开塔姆的话，那金克斯都杀完了。开喷杀完咯，给个大招，再杀一只塔姆，还有大金克斯你随便玩不出来，再杀一只吗？杀一只往后拉兵，红鹿咬咬住想杀，哇，这大兵吃掉了，但是鳄鱼吃的，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是吧？感觉如果是岩雀吃的话就还可以。一边视野就是，来了。招打精兵，哇，这好阿闪回来，给个夹子，夹子位置很不错，一二三四没暴击，他六十暴击率没暴击吧，哥们儿，他这个得没到什么程度啊？他多暴一下，那个洛都死了。我知道塔姆没有大的，哎，一扣先开进去了。哎呦，直接闪现躲死塔瑞！哎呦，应该能打大龙了，下完之后。金克斯，哎呦，这金克斯在发宝，打不人了，金克斯。一脚踹回来，给金克斯喂嘴里，又没暴击，还没暴，暴暴击呢，还没暴，暴暴暴，还没暴，还没暴啊！我操，连续八下没暴击，不是他什么情况？他不六十，他六十暴击，连续八下没暴。还想打吗？打呗，提速呗。想结束了，结束 AD 提出来了。就说他运气不可能那么差，搞了半天是 OB 的问题。这边的位置，这样吧，挺肉的吧，也还可以把人带走。夺魁，这果实吧。站住角度。叫个妈没什么用，不掉血，盾都没掉，一个大定住了熏，熏应该被秒了。哈瑞一下就死，哈瑞别诺呀，给我冲。OK， 好口，我有 PP， 这波口口的有点好。这完了，这完了，快跑！金克斯，金克斯，哎 ，OK， 翻盘的开始。这怎么玩呢？这个大米被小火龙一吃，就是翻盘的开始。感觉他盾盘应该不该那么差。钢铁没大的，怎么说小火龙能斩起来？又斩一只啊！要开始支持 BLG 了，再舔还想打？小方技能真的中不了吗？你们对啊？还有高手，这局谁不了？哈瑞。放大了，往哪射？好准！哎呦，射到了，但是瞎子被锁。啊！被了。没关系，还能好激情。
应该是可以满血进场的。看你的林峰直接被宰，又被斩杀，棒啊！奈特，奈特感觉可以一个顶两个伤害来了，都在外面卡的。奈特打个探照，看到了血量，怎么说只敢封路不敢飞。小放过去找到熏的位置，怎么说一绝版踢回去，把熏踢走，开得很着急啊！还有大呢，小放先打人，白季想先打人，怎么说鳄鱼被掰？哦，那就没办法咯，我白棋处理还行，处理的没问题。来，你走这个大龙，这 TP 呢，看啊，这波有一个很远的爆果，这位置还不错。哎呦，奈特没了，排的很臭，应该是要收割了。斯塔瑞满血的金克斯开着罪恶快感，现在好像改名了。像好不叫罪恶快感，敢好像是吧？哎，现在叫什么呀？我记得是改名的。胜利快感，经典，真的吗？飘一波了，没问题 ，Starry， 你的手秀非常的完美。怎么说？再拉出去，哎呦，差一温，在路上就死了吧？到现在也没懂他为什么想。兄弟，射霹雳技再像射人机，不是刚抽完霹雳技签名照，兄弟被退。再抽一组。哇，好快的踢，怎么说？然后再来一炮，卧底射步，为什么小龙船它出来没有盾呢？是不是有 bug 呀、啊？印象里的这个小龙船出来一点盾都没有。